聊天，我们可以去对吃啊，一些，好乐对，大迪，声聊天，对，包场就可以大声聊天了。对，这个啦，这个不错啦。哎，这个我觉得不错，我喜欢，好不好？这个不错啦。对，哦，大家一起去想一下，去想。这次参加的各位，我愿意请一下的。哇，20个哦，不对。耶，你可以上线看一下 ID 啦。可以啦，可以确定，没关系，我后续再看一下那个就好。是不是要该截个图什么的啊？录个音啊？有，今天你知道避不掉那个在场，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开台，都有截图。嗯，有。黑雨，我们这一群一起去捞一下好不好？对对对，捞。捞一下吗？我觉得太捞了，可以啦。最近捞太多了，没有很好。好久没捞了哎。还得要包场，那我们要准备分队喽。好，分队。他还没自我介绍哎。啊，对，黑雨队哦。啊，不用自我介绍了啦，你要吗？20队哦。好了，黑雨还是讲一下啦，还是讲一下。对。哎 ，Hello， 我是黑雨，我迟到，对不起，我下跪。我下跪。还以为没有。我没有开视频，但是我确实有下跪。对。黑雨，你要按 shift。我按 shift 哦，对，贵了。然后我太久没玩了，就是玩雷的部分，请各位多多包涵。最近也要拍一些 Minecraft 系列的，哎呦，哎呦，我懂宣传，懂传，懂传，懂传。好啦，分队，对，四人一队嘛，哎，对，四人一队，四人一队。蓄力队啊，九六负三七啊，九六负三七来了，好啦，下去吧，好，是红色，我在哪？应该是这里吧？我是什么？在哪里？黄色吗？这是深蓝紫啊？是黄色吗？干，我是什么？就是爷爷。怎么觉得繁星好像很快就要离开我们了？不会啦。就是我们很快就会离开繁星的游戏，对，你们很快就离开我了。发爆，要来改标题。哦，趁现在上厕所。改什么标题？第一主播。第一主播，我不要，我会哭。哎，30秒，这么快哦？哎，这么快哦？等一下。你确定前阵子不打我？你才要保护爷爷啊！要糖吃，要不然孙女要糖吃。爷爷老了走不快啊！孙子快推动爷爷的轮椅啊！哇，你们都很熟啊，那你们就是开心一点啊！你怎么讲？你要这样快就要离开我们的概念，好恐怖！不要，不会啦，我是打算偷偷尾随一个人，然后在第十分钟后挖开他的土往下打。怕爆！这真的30秒后，对啊，还好有赶上了，秒回来哦。你们应该分得出我正反面吧？没差啦。哎，没有，这个是丛林木哦，这个才是杉木。没差啦，你我的手不见了。这个面都一样，我们也认不出来啦。嘿，哇，怎么突然觉得声音好立体哦？怎么这样子？我吗？没有，麦快的声音。一点这个世界好改了蛮多东西的，包含声音改了很多，可能是14.4的关系吧。有做动作台了，好。哇！我去挖石头喽。这没有 handle 哦，这个队友也太透明了吧！你这么透明，你看不到。是谁呀？东西扔一半给我，这么好。不是我。我好像很久没玩麦块，怪怪的啊！等一下哦。对啊，麦块怎么玩啊？等下他十分钟和平，该不会就是隐形吧？应该只看得到队友的样子啊。我完美看的，像别人看不，就是看不到其他人，然后也其实可以前十分钟就是抗性到满啊。对耶，你们要实质武器吗？我现在可以做给你们。可以耶。好，我现在做。哪一栋没有？金苹果嘞，不是说会发吗？对对，说好的，哎呦，有啊，我靠，吓死我！就有，哎，
啊，我的钱怎么没有汇进来？那个给你。哎，我有了，我有了，我有了。好吧。那鸡，哎，不，这是一拳给你，不要跑。这是我。哎，嗨嗨嗨。那杰，我在上面。一给你。我捧过先塞身上。好喔。然后只有稿子，谁呀？书都不砍完。砍不到我。不是我。砍不到吧？你怎么会乱凶了？明明就砍得到。你厉害。平地嘞。你厉害。我等一下送你一颗火把。一颗火把。对。送你一个。我中了，中了。杜宇。翻仔火。哦欸、其实我觉得树苗可以加木炭变成火把。一拳你要食斧吗？薯条加木炭可以变成火把。薯条加木炭。薯条加木炭。不是说薯条吗？我说树苗吧。说生长速度改回来，什么东西的生长速度啊？那个物体的吧，那个树苗什么的那些。那个随机更新课。那个那吉，你要斧头吗？斧头，哎，那个。你要吗？要我就。声音变得好立体哦。没，先不用先。我没怎么听到声音。嗯，我去！救命啊！你在哪里？两条鱼。等一下。两条鱼，哪里有鱼？有听到？喊鱼们！什么鱼会咬人吗？我点不到，我点不到。你不要连点，你不要连点，很危险。好。原来是毒鱼啊！我讲到鱼会咬人。我去找个甘蔗什么的哈。好的。我出门玩，拜拜。要不要捧过去交给别人？我这变透明，连自己的手都看不到。哎呦，外面真的是，哎呦，香菇哎、欸！你有可以的汤哦。没用啊，不能做炖汤啊。对啊。有花。干嘛？好多香菇哦，真的很多香菇。你想染色吗？你可以采一朵在我们坟前放下。狗狗，我不要过去好了。哎。干嘛怕狗啊？我怕我等下被咬。哎呦，没果，我要吃。不要踩进去哦！有狐狸，我给你一把稿子。狐狸杀了会掉什么？皮革。要打吗？会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要把它。不知道哎、欸，我1:14是新手。应该不会咬人吧？它那么可爱。没有遇过狐狸啊，所以我也遇到我也不会去打它、啊，而且没事干嘛。我还是不要打好了，我等下被打。你怎么什么东西看到都想打一下？不是，哎、欸、呀，苹果，哎、欸、我，哎、欸、我附近有人哎、欸，妖兽，我看到一堆斧头在飞，不用怕啦，这不用怕啊，前十分钟那么安全。对啊，他看你看到斧头在飞，你拿着斧头，他也看到斧头在飞。啊，我也下来了，洞要堵吗？还是留给陈峰？你们在哪里坐标给我一下好了？你在刚刚那个地方。我刚刚在，上面我有看到有甘蔗啦。我也有看到，有看到，可是不是我们这里啊。对呀、啊。我的一个屏幕、嗯。我需要你们给一下坐标。我直接给你洞口的哦，负228跟-200。我要砍一下木头，刚忘记砍。不要打出来呀、啊。负200，我没有打错，我在看我的 F3。哎，这个吗？我拿着一个树苗。你看到我们吗？我队友看得到啊，对啊。看到 AD 吧，不要连人都看得到，只是透明的。看到隐形的一拳，一夜被看，委托溜下去，溜。可是我们没有苹果，这样没问题吗？我在打、啊。我有一颗苹果。我们有树苗，我有树苗。我也有树苗。我们要养狗狗吗？有打到枯工就养。有骨头再说吧。阿吉，我来啦！哎，我按错了。我为什么会按到 F2？ 挖到800格的惩罚，是新惩罚还是旧惩罚？鱼骨吧，鱼骨应该就不用问了、啊，就不要去冒，不要去挖到就好了。怕爆！有火把吗？没有。我有煤炭，我下去。这里好黑耶，好撞头哦，好黑呀、啊！机会来了，我一直在撞到头，看不到。你这透明的造型看起来一直仰跑下来、啊，还是我来挖好了，我用三个挖下去，很恐怖呢。
那不会啦，不会受伤啦，怕什么？没看给我好了，没带给他。有，我要喝吧，还是给你插？给你插。他娘，我也插。插。我把喷出去了。起不到，好，那我就三个三个挖下去喽。我往隔壁挖看看。噔噔噔噔。你这有高。一二三，哇，都没评过哎。三，坐标是十九，会被树叶会喷树枝给取代掉，几率越来越低。一二三，到了。嗯，哎，我怎么挖到一颗洞了？太黑，他也没发现。哦，十一层喽。啊，不要吓我啊！这下面有个洞哎、欸！我吓我一跳！偷挖开看看。蜘蛛网，蜘蛛网，废矿，废矿！哎，有回溯。fuck！蜘蛛网，废矿。总是这样挖的。我总是三个三个这样挖。三个三个。啊，上来嘞！上来，慢慢叠啊。是一样吗？我的天！下去很快，上不来。没有啊，我没听到、啊。合成台在哪里啊？你没听到？合成台在楼上。好，这边先塞一个好了。做个镜。不要推我啊！我那条下面有废矿哦。成功逃走啊！抓了。压掉。来不及闪，被不小心压到了一个。那今天火把拆一下。因为我在挖铁。有我。这边嘟一下，我只看到一条蜘蛛网，应该是废矿吧？是废矿，没有给刮了。前面好像有一只。哎、前面有人，前面有人，前面有人。人。看他巴巴的，不是人啊，那个怪。有一只拿弓箭的。然后盾啊。有没有铁啊？有啊。铁在楼下，可是我没有煤炭。一哭铁。一哭铁是这样。先做个盾牌，要去打那一只吗？如果要探索废矿的话，得要把那一只弄掉、啊、你打死了一只，还有千千万万个他。还是这边有那只的路先封起来，那等一下再过去。可是那里看起来就像是尽头，你挖的就是路的尽头。不从那里出去的话，你就要从旁边挖两边看看。对，这是路尽头做探啊，做盾啊，有做盾的，那急啦。所以你们在楼上，对，对啊，我们在刚刚两条路交汇的地方。好，那我继续再吃一层慢慢挖。小董啊，去会会那只弓箭手。好，那我乖乖挖矿哦。怎么样？你看你挖什么三格，你头上就有铁哦。啊！我眼皮啊！不是，那几个刚擦，刚擦，刚擦。不是眼皮啊，是他挡在石头后面。就差一格。他有铁，有铁，铁。你挖一下，我先往前面挖。我知道啊。哦。我听到岩浆声了。前面左转有四角兽加上弓箭手。四角兽。四角兽哦。好。然后蜘蛛八只啊。就是那首歌的主角 Creeper， 我有点怕我后面有一个 him。左转，是你那个方向吗？是，看得见，看得见，过来，真假的？你有看到吗？没有啊。左边啊，徛伫遐你无看诶。对，哦哟，他过得来吗？应该过得来。嗨，你好。我的。绕路嘛，绕路嘛，旁边挖一个就不好啊。那几叉。那我把它。这有路。你的什么？你就放藏这边就好了，没关系。我放铁在这边。啊，你烧好了吗？还没烧，因为我刚刚没有炭。来，你放铁，我有炭。
他为什么自己爆了？你怎么知道了？你放哪里？我说我要放哪里啊？快点放！有弓箭手来了，弓箭手来了！快点说，快点！他他盯我，他现在盯我，你打他，你打他，他盯我，你打他。哎呦，有黄金呢！后面是不是还有一只啊？对，里面还有一只。他弄我，他弄我。他弄你。来帮你放这吧。哦，没有，对对对，他在看我，一直在看我，一直在看你。让他们打起来，让他们打起来。你躲到我后面，你躲到我后面。我先拿一个做盾哦。好的。给你。让打起来，哎呦，用力。有啊，有成功啊。阿里嘎多。让他们反弹箭矢会打到自己。有。还有一只，那我再做一把镐。有掉骨头吗？有一根。我拿一些煤炭上去哦，上面没有煤炭。我要把一根试试看。钻石。哎呦，钻石哦。一根电池。哎呦。这里有个洞哦，下面有那个。哎呦。你们要打蜘蛛网吗？正在打，我现在有十根，也有得玩了。哦，对哈，一点四是生态不一样了哈。没事，堵起来了。啊，什么东西？刚刚那个煤炭一挖开，马上是一个洞啊。对啊，我刚刚。哎，斗鱼。在那里。在我这里。你退。你行吗？他缩进去了。那没关系，自己想要小心哦。那我换个地方挖好了。